六成青少年爱 shopping。你开唔开心？同一个问题，有团体就喺今年嘅二月至五月问咗451位青少年，结果当中有六成人认为好满足。不过满足的原因亦有六成是爱购物啊。买衫嗰度，咁我哋就会睇下佢，其实系咪因为需要而买衫，而唔系因为想要而买衫咧咁样嘅。咁喺呢题，我哋就睇得出，其实佢哋系觉得衫系可能系要配搭嘅，所以就系想买嗰个景色系比较多嘅。除咗买嘢会带嚟快乐之外咧，有四成人更认为买唔到心头好会觉得困扰添。这个结果反映部分青少年重视金钱物质的享受，所以应该注重建立青少年的正面价值观，不避免他们堕入赌博陷阱。